완전 지금 서로 我觉得在台湾的价格其实也差不多会是这样，工装裙是大家都在推的饼干裙，试了色号两个，这是 ABIB 的，对，上面红红的尿鼻贴。刚刚买了超多东西，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人手味糖。刚刚也搞这个搞很久，因为系统在维修，但他没有说，所以他就是显示伺服器有问题。我们就一直想说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搞了一个多小时在搞这个 WordPad， 希望他一起。看真木，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墙壁上都会写这种奇怪的字，满满的装饰，超热的。这里是51.9度。刚买了超多东西，我买了14万韩元，大概台币快3000。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人手绘卡，很漂亮，太好逛了，真的会买到疯掉，全部都是饰品。刚刚买了糖饼，快要2000块韩元，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就是。那边酥酥，里面还有夹心，有蜂蜜，虽然蛮好吃，但没有到我想象那么好吃，那就是一个体验。刚刚去买了 SPA， 超好逛，他们裤子超漂亮。现在我们来吃一间营业24小时的，我觉得很好吃。它比较没那么味道。嗯，超好，单一哦。比较喜欢中文。嗯，他们好像有一个发酵味道，而且很重。那我觉得是，那我是这个吗？这味道更重。他们饭都好小一碗。我们吃这样。那你们讲吗？我 OK， 这是 skin to skin。好多烟啊！但我点这个，他们说他就没有辣，他没有特别飙辣。对啊，但他没有飙辣，是那个他觉得那个不辣。对，来分享一下去 Olivia 买的什么 ABIB 的棉片，然后还有这个在。对，上面很红的妙笔贴，我们本来想要买它那个刮的那个棒子，但是店员都说卖完了。也是很多人推荐的 Toriden 的面霜，你有买这个吗 ？Vego， 我觉得是门牌的，我就是当个伴手礼。买三个，但是他是买二送一，嗯，很红，2700韩元的样子。还有这个就是口，哎呦，这是口腔清洁的 Too Cool for School 的修容盘，这是什么绿番茄的精华液，它是1+1的 ISO 的玫瑰美白精华，然后我试用，因为它其实架上很多东西都可以试用，然后擦起来是真的很保湿。除毛刀，听说小红书也很多人推荐，它是不需要弄什么泡泡，你好像沾水然后就可以结刮了。买这么多，大概3300。我要来敷这个。我本来想说买多一点，因为怕被抢完，因为这个是真的很有名，然后一堆人买。但是后来想说，可能 maybe 对我不适用，所以还是买回来试看看，真的不错，我明天再去买。而且你有发现明，哎不对，你那时候没有买，就是呢，我不懂为什么明洞都没有垃圾桶，就是我。
对，然后我那时候网络上面查，好像听说大家都丢地上，所以他为了惩罚大家是就对啊，明洞真的是完全没有垃圾桶丢，所以你吃完的东西你就除非再绕回去你原本买的那个摊贩，然后叫他帮你丢。是我买的一件衣服，超可爱的，它是熊熊，没有缺裤子吗？因为我那时候网络上面查，就是这一件的裤子版型很好，而且很适合小小只的女生。这件是宽的，很好看，非常好看。这件也很好看，类似喇叭裤，但是它很修身。因为我已经洗完澡了，所以可以直接敷。等13分钟后揭晓，拜拜。好神奇！哎，很多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这个比较伤你的皮肤，因为它是硬的。哎呦，好恶心哦！我的洞直接被填满，都是粉刺。好，就这样，拜拜。我们要来吃炖排骨，今天的第一餐。等一下吃饱继续去明洞洞。超大碗的排骨，汤也很好喝，超赞。这个跟那一个是不同的汤，但都很好喝。哇，吃起来超好吃。哇，好好吃，好甜甜的。其实没有很多，那个。吃完要去明洞继续逛了。刚刚觉得那个炖排骨吃久会有点腻，但是整体还是很好吃。反正我们刚吃炖排骨就觉得它有点吃久会有点腻，但是它可以解腻。可是你一直喝汤就会觉得很饱。然后我们后来还有再加点炒饭，但是觉得炒饭没有什么味道。觉得它的没有那个原本的酱汁，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你如果加它的酱汁吃久就会更腻，所以呢，我是觉得点排骨就好了。现在要去明洞逛街，今天应该也都会在明洞。Thank you。看了一个这个外国人可以拿的礼包，他们现在好像变少了，之前好像可以，它有一罐东西，但现在剩下这两个。今天明洞也超多人的，很多卖吃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已经没有习惯吃这种路边摊，所以看到也不会特别想吃。现在要去买衣服，就是我本来有买，但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World Pass 刷不过，可能 M Playground 没有提供 World Pass， 所以我刚刚就去换了钱，然后现在要去买。我们要来吃烤肉，我们到了我们要吃的地方，但直接大爆。刚本来一开始没有想要这么快，因为一堆人在排，结果两个人一下子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先吃，然后慢慢吃，因为它没有限时间。我觉得喝起来就很像台湾啤酒，就是没有那么苦，有点像美酒，就是生啤酒，就是啤酒一般的啤酒，没有那么苦，味道那么重的排。我们喝 K 的。고나라가지못한곳을떠나어떡한사랑을몰라말들이너무많아우리걱정은나나는널보며지我们吃饱了，现在在这边附近逛逛，很多人，很像台湾的夜市。这边有路边摊，我们要来拍拍电机。我刚刚真的以为要在外面拍，然后要进去这个空间。我以为是这个，我想到了。幸好你很聪明。等下是很晃，我们在干嘛？但我觉得这个超好的，对啊。我喜欢，其实他跳的很好看哎。完了，好可爱。Hello， 大家，今天是 Day 三，然后今天穿这样，这裤子还有衣服都是在韩国买的。
还有这个戒指，这个戒指也很好看。其实我们这两天都是各自分散逛，因为就是大家想逛的都不一样，然后可能你想要在这一间店待比较久，另外一个人可能还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分开逛。像是我们昨天吃的那烤肉是真的很好吃，但是因为它的桌子太小，所以我也没有地方摆相机，所以就变成我觉得画面很少，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只到底会不会剪出来。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很好看，虽然可能看不出来我到底画了什么，但是呢，我昨天在 Olivia 买了一些东西，我买了两支口红，都是 Romaine 的，一个是25号，另外一个是06号色。现在这个是25号色，擦起来的样子，它是 for 冷色调的。昨天我又去补了两个这个，但是我昨天去买的时候，它剩下两个，就是这个实入的。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昨天在买的什么东西。我昨天去买了两件短裤，都是在 SPA 买的，是一件短裤，然后第二件是这个颜色，刚刚那比较浅，这个比较深，然后版型都超好看，超显你的腿质。这两件不到1000，好像700多的样子。我觉得在台湾的价格其实也差不多会是这样。跳题一下，这是我昨天买的包包，超可爱的，这真的很可爱。这个我记得是13900块韩元。然后昨天还有买了三双袜袜，这两双是就是一般的那种白色的，一个是有线条的，这个是我之前有买过 Subway 的，但是它有一只脚被我穿到一个洞。然后呢，我昨天还去 M Playground， 我觉得他们的衣服超好买，而且他们有两层楼，我那时候大概就在里面逛了一两个小时，因为里面衣服真的太多。它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偏杂牌，但是我看它的衣服 mark 上面是有写 M Playground 的，所以可能算是平价品牌。首先第一件我昨天买了一个这个，它是衬衫的这种，然后前面有两个小肩带，工装裙，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它也很修饰我的，因为我臀围很宽，就是很梨形，所以这件很修饰，我就买了。它是多少钱？23900块韩元，然后里面有口袋这样子，然后还买了一顶帽子，19900块韩元，我觉得是很适合，就是很牛仔风。再来这一件也是 M Playground 买的。这件很好看，不觉得很韩吗？就是一看就觉得超韩的。然后我觉得它很显你的胸型，因为它是有一点紧身的，好看。然后前面有一个啾啾，然后再来也是短版的这一件，这感觉比较有那种 hip hop 的风格。然后再来呢，这一件是一件猫猫的，很可爱，对不对？它戴墨镜，我觉得超可爱的，然后也不会太大。这件也是短版上衣，然后它下面是做这种，不是那种平的，它是有特别尖一个三角形出来，然后还有抽绳，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它你脖子要从这边套进去。买了一个这个包包，超可爱的，我一直都很想要有这种，就是类似饺子包，很好看。然后它底部是有一个衬托，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整个塌塌的。然后我觉得它整体空间很大，然后背起来也很好看，这就是我今天的 outfit。 我们这边哦还没有 room tour 哈，虽然我觉得应该很乱，因为我们行李很多。首先他把房间弄得很有质感，这是一个可以拉的那种窗帘，然后这边有一个冰箱，然后一个小台子，然后这是我们的棉被床，好，然后这边有个台子，这边就是我们的战利品，然后四个行李箱，这边下去有一个小台子，然后它这个门是自动门，这是我们的浴室。但我觉得唯一缺点的就它这个柜子竟然没有给我擦，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放衣服，因为它是连蓬头在这里，所以你要直接在这一个空间洗澡，所以可能会泼到这边，你就必须把东西放在这里。但是它这三个完全都没有擦，超脏的，这就是直接把连蓬头转成冲水。哦对，然后我们今天去宏大的时候会顺便去看一个寄货的物流，因为打算寄东西回台湾，就是我们行李箱基本上来韩国之前就已经全部都塞满了，就没有空间放东西，所以一定必须要把东西寄回去。然后我们是在来韩国之前就知道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打算到时候有一些东西带不回台湾的就把它寄回去。现在要出来吃本周，好多台湾人，刚刚经过已经两组都是台湾人，现在11点。你喝什么？其实没很大，是好吃，但是不会到很非常。这个蛮好吃的，小心烫哦。还蛮香的。到宏大了，要先去看物流寄东西。在宏大这边逛逛，然后刚买的这个我很想吃的可颂，
然后还有这个冰箱。来 KTG 逛逛，好热哦，宏大。好看，然后这个镜子是超可爱的毛毯镜。刚刚又来拍了拍贴机，可爱。有可能，可是这些在线里面的感觉就不是，就是大家都认识是谁，然后不知道是谁。有人出来了，听说是欧尼。女生，对，我这边欧尼，可是不知道是谁。他们要走过来。通过你感应动画线移动。超多人的。谁？为什么没看到？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找谁？是很有名的。是很大咖的，对，我们当更新仔根本就拍不到，什么都没有。听说刚刚那个是 Zico， 我们刚刚查他很有名，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根本就认不出来。而且听说还有李圣经，不知道他刚刚离开了没？我们现在要去吃烤肠，烤牛肠。这条街，那边都还好，这边转过来就超热闹。还有这个，好像吃的在这里。那个白色招牌。很多人啊。对啊。上菜了，它上五块。好吃的感觉。哇，这个油，好看。好热哦！如果你喜欢吃有酱啊，像那个鸡心吗？那个味道，试试看看。Oh my god！ 看这个有。专辑我拿了两本 IU， 然后帮我朋友拿两本，超赞，全部都免费的。然后现在要先去买盒子，这是韩国前阵子很有名的年糕，这是辣炒年糕，然后下面是奶茶，这是贡茶的。听说贡茶在韩国很红。送了一个熊熊杯子，外带的，超可爱的。4:40，差不多。哪一个？我加哪一个？在台湾我也愿意买。超好喝的，是吧？我们要吃这个，然后点一个蒸蛋，这个蒸蛋，这是他附的汤，猪脚，还真是牛奶，Hello， 大家，我回来了。我是先回来，因为学妹她还在逛，
然后他应该也在回来的路上了。然后我先回来是因为真的买太多东西，我手真的太酸了。这个是昨天去买的，这是香蕉牛奶，但它是低脂的。但我学妹是说她觉得这个比较好喝，但我喝一喝我喝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好，现在讲这一袋零食，这是我刚去宏大买的。首先这个呢是大家都在推的饼干，然后再来这个不就我忘记那时候网上面有没有看到大家说推荐，但是因为它在很上面，然后说 hot， 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很多人推荐。这个是 zero， 好像也是大家蛮推的，因为我网上面有看到有人推这个，然后它是水蜜桃的软糖，这个也是大家很推荐的。而且我跟你说，你在看那个价格的时候，有时候大盒不一定比较便宜，我那时候除下来小盒买的是比较便宜，大盒反而比较贵。对，我买了两盒这个韩国很久以前就很红的一个什么巧克力年糕，韩国的传统零食，然后我买了两个，因为我之前吃过，我韩国室友给我吃过，我觉得算蛮好吃，而且它是有一个熟悉的味道，不知道在哪里吃过。对，所以我买了两个，是乳酸菌的软糖，它是乐天的，也是水蜜桃的，我这个也是，这是巧克力风味的雪花酥，这个跟那个水蜜桃这个感觉蛮像的，只是青苹果。今天最主要 Olivia 买的呢，我没有要再买美妆，好，我还是有买，我买了三个东西是 for 我自己的，一个是这个 Espa 的口红，反正我就想要买那种擦起来不是雾面，然后很水润，就是嘴巴不会觉得很干，因为我嘴巴是干皮，有亮亮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就是嘟嘟唇。然后呢，我就昨天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推荐这一个，然后就去试了色号，然后就买了，大概500多台币这一支。然后呢，大家，我今天竟然在宏大看到了这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那个鼻贴的那个刮棒，明洞。跑了每一间 Olivia， 没有一间有这个。然后我现在在宏大看到这个 Mude 的睫毛膏，剩下的呢，今天在 Olivia 全部都是买 Bagel 的两个，这是 ABIV 的面膜，我有买他们的棉片，然后这是 AHC 的面膜，也是 AHC 的。这一支是我昨天还是前天在 Olivia 买的卧蚕笔，有点像铅笔头，所以你没了你要自己削。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吊饰，我跟你说，这个我昨天本来在路上有看到拍的照片，本来想说单纯是纪念，结果回来之后就一直看照片，越看越喜欢，我就想说啊不行，好，我今天要去把它买回来给你们看。这是昨天在时空间买的包包，这样背着很寒。这是昨天买的 Zero 的饼干，这也是大家好像网上面很推荐的。这一个也是昨天买的娃娃，现在要来吃蜂蜜口味，它里面长这样，就是一片一片薄薄的，像这样啊。完蛋，我觉得可可比较好吃。我可能说你吃，然后你吃的蜂蜜，你就不会想要吃可可。是最有名的欸。可是我觉得还好，还是我把它想得太好吃，因为大家都说很好吃，就苦苦的啊。看我后面买木锅包。光可可面吗？花蟹时间，我们大概等了20-30分钟，要准备换了。他附的汤，还有饭。只身一人来到了景福宫，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哎。
家都穿韩服，好可爱。我刚刚找到一个感觉像是韩国或是反正就是亚洲人，两个都是亚洲人，然后我觉得他们拍得很好看，都很好看。先看我刚刚去 CU 买的东西，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吃到的什么延世大学生延世生乳面包的样子，我真的超想吃的，但它一个要2700韩元，然后其他口味要还要到3000，我觉得太贵，所以我就只有买这个，然后还买了一个芒果。来吃炸鸡，还要点这个，还有东东鸡，1000块。然后这是去骨的，它等下水送来。你们说？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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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e wanna stay, take a leap of faith. I know that you save, I know that you save me. You'll be my. 好吃年糕好吃，可是感觉味道都在那个，它不是酱，它是糖，所以如果它今天是薄的，会比较更有味道。他们年糕好好吃哦，都很嫩，跟台湾不一样。这炸鸡来了，看起来超好吃。我觉得酱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新香料呀，肉是好吃，肉是好吃，但酱比较。现在出来外面要跟韩国室友见面，他来找我，我们要去拍人生四个。我们这里是中路三港，然后现在。很多人在吃东西，感觉所有韩国人现在才出来，就超夸张。现在10点，然后整个街上全部都是人，感觉他们才刚下班，超扯。随便一个地方拍都超好看的，完全不像在台湾的那种拍起来的感觉。我手机就觉得变得画质超好。啊 Hello， 大家，我们已经抵达机场了，现在已经在登机门了，然后等一下。大概我们是2:15的飞机，好，2:15就要飞了。现在时间大概11点多，我们就要结束这9个月的交换了。时间真的过很快，感觉还很不切实际。我到现在还没办法想象，就是心里完全没有任何波澜，可能真的落地才会吧。而且不知道会不会哭，就是看到台湾啊，好想念的感觉。台湾的，我还在等你，回到台湾